台中国分站都初步交审判，苗栗站南庄乡长邱子正当选无效。年月系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，乡长选举之前，邱子正本人指控强势游览车向里面他们人，用大幅5000元的台价向三户民众卖票，要求记得记住邱子正。虽然高富肥佬在苗栗体检署检察官中唔起诉处分。当时无效就是没时间，日本苗栗提案报道转移。不过，佮对手高雄台中高分站提起上诉，法官认定上里面那么因是系邱子正的因，二审判决时间多变，因为当时无效的判决已经停言了。苗栗人民政府表示，收到判决书之后，30日之内会判向上补偿。南庄乡长邱子正实施走私，本台中高等法院判决当选无效。等到消息以后，邱子正无奈何的讲，其他系本人好业，不顾二审判决天夜，邱子正抢走的无奈何的结束，就莫名其妙啊，这样子吼、哦、啊，无可奈何，我也只能接受啊，法官判啊，了解。法官又不能上诉，法官又没有问我，都律师在答，律师答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问说你为什么那。通年记录怎样怎样怎样？那我请他的游览车难道不用通年记录吗？虽然美丽体验一时没时间，不费东西无效的告诉，不过台中高分院的法官三言伟，本人讲系推举买配位乡里面总教，虽然没夹嘅金钱事业，不过喺金钱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出喺夹嘅暗中，也仲见具有同期听法的300嘅文献，要收几年到夹嘅金钱团队去买票过后，要同夹嘅团队汇报买票行为，就算没夹嘅意思，佢咩点点咩站唔低，故所以审就改判其东西无效。我民政处接下来如果收到法院的判决书呢，我们第一个要办理解职，那同时我们也会请我们的选举委员会在3个月内办理一个乡长的补选。邱子正是做过南庄乡代表会的主席，严林村的村长，平年内请三万台做基层的父母，试图请孙媳，上任以后每请三万台做事，风评清好，也被本台中高等法院判决当选无效天夜。邱子正讲，会提数到判决书以后，再过上困难，按样会做。记者钟子明，苗栗报道。